胖胖虎，贝贝跟哈哈，昨晚睡得真好。嗨，朋友们，昨天是万圣节，所以我和我的家族拿到了很多糖果。看，我得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巧克力。这些我要留着等一下吃，这个我今天要吃。哦天哪！啊，你们吓到我了！万圣节已经过去了，请停下吧。妈妈、爸爸，你们在做什么？宝宝，我听说了，僵尸病毒正在大海里蔓延呢。我这里有4颗解药，先送给你。我会尽快给你更多的，你要保重。好的，谢谢碰碰虎。哎呀，这是碰碰虎送来的解药，我需要给我的家人吃这个，让他们恢复正常。朋友们，你们能帮助我吗？我太害怕了，妈妈最喜欢的房间是卧室，所以我要在这里找找她。鲨鱼妈妈在哪里呀？粉红尾巴，鲨鱼妈妈。宝宝，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全家因为僵尸病毒而变成了僵尸，还好你吃了解药，恢复正常了。哦，谢谢你，鲨鱼宝宝。我们去救出其他家人吧。鲨鱼宝宝，我要去确认一下洗手间。如果你找到其他家人，就呼喊我，好吗？好的，妈妈。现在爸爸在哪里呢？爸爸。哦，朋友们，我觉得鲨鱼爸爸就在这附近，让我们一起找找他。鲨鱼爸爸在哪里呀？蓝色尾巴，鲨鱼爸爸。好啊，我好啊！吃这个。吓到我了！但是爸爸在哪里呢？啊，我找到他了！你是鲨鱼爸爸吗？不行，鲨鱼宝宝退后。鲨鱼宝宝丢解药。亲爱的，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哦，我做了一个梦吗？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感染了，鲨鱼宝宝用解药救了我们。哦，太感谢你了，鲨鱼宝宝。这都要感谢碰碰虎给我的解药，但我需要帮助其他海洋动物朋友恢复正常。
什么？我觉得有人跑出去了。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爷爷。快，我们跟着他们。奶奶，爷爷。啊，他们去哪了呢？哦，奶奶。奶奶躲在南瓜后面。朋友们，请帮助我们。如果你看到鲨鱼奶奶，告诉我们。鲨鱼奶奶在哪里呀？橘色尾巴，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奶奶，你在这里吗？哦，我觉得她不在这里。那这里呢？不在这里，她会在哪里呢？哇！鲨鱼宝宝丢解药。哦，我的头！奶奶，你没事吧？哦，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全家被僵尸病毒感染了，而鲨鱼宝宝救了我们。哦，亲爱的，谢谢你。但是鲨鱼爷爷在哪里呀？那是爷爷的声音。我们去检查一下，你们先待在这里。不，我要找到鲨鱼爷爷。鲨鱼宝宝，跟我一起来。好的，奶奶。鲨鱼宝宝，让我们找到鲨鱼爷爷，让他恢复正常吧。好的，我们一起找找看。鲨鱼爷爷在哪里呀？绿色尾巴，鲨鱼爷爷，鲨鱼爷爷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鲨鱼爷爷，你在这里吗？嗯，你是谁？竟敢敲我的门？哦，那个坏蛋毒钩手船长还是那么坏。哦，我觉得那是爷爷。哦，在哪里？在这里吗？鲨鱼爷爷，请醒醒啊！鲨鱼宝宝，给我解药。好的。鲨鱼宝宝，妈妈，爸爸，我该怎么办？我弄丢了解药。啊，哦不，我们应该先安抚一下鲨鱼爷爷。醒醒吧，爷爷，是我们，你的鲨鱼家族。我的爷爷，我该怎么办？哦，对了，没错。咦，鲨鱼爷爷，请吃下这个。我爷爷，鲨鱼爷爷，你怎么认不出我们了？啊，对不起，大家都没事吗？是的，我们都没事了。还有一件事，碰碰虎找到了很多解药。是的，我迅速找到了一些解药来帮助海洋中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碰碰虎，我们去帮助所有的海洋动物朋友吧。好的，我们快去吧。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数到三，然后丢出解药吧。一、二、三。大家都恢复正常了，真高兴大家都平安回来了。你们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们回家休息并吃些美味的东西吧。好主意。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么努力帮助我，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
我打扮成万圣节的僵尸鲨鱼，你喜欢吗？我们现在就去找我们的万圣节朋友吧。哦，你好，鲨鱼宝宝，正好遇见你。你能照顾一下这个小宝宝吗？我要去附近执行重要的任务。你好，鲨鱼公车，交给我吧，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哦。你好，小宝宝，嘿嘿嘿，你比我还小呢，很高兴认识你。别哭，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啊，我想到了，我唱躲猫猫的歌给你听吧。鲨鱼宝宝，鲨鱼宝宝，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啊！哇！哈哈哈！哈哈！哇！小宝宝不哭了呢。小宝宝，我们一起去散步吧。哇哈哈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吸血鬼。哈哈哈哈哈哈！哦哦，小宝宝一定很害怕，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知道了，吸血鬼，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可怕的吸血鬼，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哦，找到了！哈哈哈哈小宝宝，你一定饿了，我会为你调配牛奶的。让我来调配小宝宝牛奶。小宝宝饿了，谢谢你，吸血鬼。我们现在出发去别的地方吧。嗯，我最喜欢吓人的万圣节了。小宝宝，女巫，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咯咯笑的女巫，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我闻到便便的味道，我想你需要换尿布了，小宝宝。把便便的尿布丢进垃圾桶里，再把新的尿布折好，然后给小宝宝穿，呵呵。呵呵，谢谢你，女巫，我们要出发了，走吧，小宝宝。我们是僵尸鲨鱼家族，我们可怕吗？咦，小宝宝？嗯，鲨鱼公车，请我照顾一下小宝宝。别哭，小宝宝，我们来为你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僵尸鲨鱼，僵尸鲨鱼，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哇哇哇！哇哇！
好可爱哦！哦，你们好，谢谢大家把小宝宝照顾得这么好。我们回家吧，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咯。Trick or treat! Happy Halloween! Wow! Knock, knock, trick or treat! Give me something sweet to eat! Knock, knock, trick or trea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Knock, knock, trick or treat. Give me something sweet to eat.们，今天是可怕的万圣节。鲨鱼宝宝找到了一个超大的镜子，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啊，镜子里面不是黄色的鲨鱼宝宝，而是幽灵鲨鱼宝宝。幽灵鲨鱼宝宝从镜子里出来了，我们快逃吧，鲨鱼宝宝！哦，幽灵鲨鱼宝宝带来了一些礼物。朋友们，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就从这个开始。鲨鱼宝宝变身成了巫师。哇哦，是扫把！我们骑着扫把飞上天空吧。巫师鲨鱼嘟噜噜嘟。
嘟，巫师鲨鱼，嘟嘟嘟嘟嘟，巫师鲨鱼，嘟嘟嘟嘟嘟，巫师鲨鱼。你在嘲笑我吗 ？Yep。哼，你别想再嘲笑我了。要打开下一个盒子了吗？让我们打开看看吧。这次鲨鱼宝宝变身成了骷髅，怎么样？喜欢吗？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骷髅鲨鱼。哦，是另外一只骷髅鲨鱼，很高兴认识你。哇哦，是一只看起来很好吃的骷髅鲨鱼。啊！救命啊！真是太可怕了！你没事吧，鲨鱼宝宝？要打开第三个盒子了吗？你确定吗，鲨鱼宝宝？哇哦，是一只牙齿锋利的吸血鬼鲨鱼，快看它那件华丽的斗篷。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吸血鬼鲨鱼。哇，这一定是吸血鬼的城堡。哈哈哈哈哈哈，很高兴见到你，鲨鱼宝宝。你愿意和我一起享用晚餐吗？有一点点害怕。哦，不用了，谢谢你，吸血鬼先生。拒绝我？我不能接受被拒绝。快来吧。哦不，拜托，请放开鲨鱼宝宝吧。哦，不要走，鲨鱼宝宝。哇，太好了，鲨鱼宝宝，你想到用牙齿咬它的办法真是太聪明了。你真的把吸血鬼先生吓跑了。不过第四个盒子去哪里了呢？那是什么？啊，是一群僵尸！快跑呀，鲨鱼宝宝！哦不！哦，鲨鱼宝宝变身成僵尸了。鲨鱼宝宝，你还好吗？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僵尸鲨鱼。巫师鲨鱼、骷髅鲨鱼、吸血鬼鲨鱼、僵尸鲨鱼，哪一个最吓人呢？幽灵鲨鱼宝宝，你回来了，你还好吗？哇哦，鲨鱼宝宝终于变回来了，真是太好了！Dadd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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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addy Shark, do do do.
Daddy Shark. Boo! Grandm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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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randm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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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randm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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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randma Shark, boo! Grandp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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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randp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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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randpa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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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randpa Shark, boo! Hallowee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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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Hallowee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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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Hallowee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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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Halloween.今天是万圣节，碰碰狐要和鲨鱼一家举办万圣节派对。碰碰狐潜入海底游啊游，但是却不见鲨鱼一家的身影。哎，都跑去哪里了？鲨鱼宝宝，你在哪里呢？哇哈哈，你在找鲨鱼一家吗？但很可惜，我已经施了魔法，把鲨鱼一家都关在万圣节城堡里了。你去找看看他们在哪吧。如果你找得到的话，我就把鲨鱼一家放出来，并且给你宝石。但如果你找不到，我也会把你关进城堡里。救命啊，碰碰狐！小朋友救救我们！好可怕呀，怎么办呢？太可怕了。小朋友们，我们和碰碰狐一起努力拯救鲨鱼一家吧。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尾巴的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尾巴的鲨鱼爸爸。咦，这是鲨鱼爸爸吗？嘿嘿嘿，你好，碰碰狐，你好，小朋友们，竟然敢惹吸血鬼！再胡闹的话，我就惩罚你们！嘿嘿嘿嘿。天啊，原来是吸血鬼呀！小朋友们，我们再找找看鲨鱼爸爸在哪吧。鲨鱼爸爸，赶快出来呀！嘟嘟，我不是鲨鱼爸爸啦，原来是小丑啊。那这是鲨鱼爸爸吗？咻！没错，我就是鲨鱼爸爸。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找到我。万圣节，嘟嘟嘟嘟嘟嘟，鲨鱼爸爸，嘟，哈哈哈哈哈哈！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妈妈吧。鲨鱼妈妈在哪里呢？粉红尾巴的鲨鱼妈妈。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我猜应该就是鲨鱼妈妈。比伯，上当喽！哦，原来是蝙蝠啊！那再找找看鲨鱼妈妈在哪吧。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也有粉红色和黄色纹路的尾巴，到底哪只才是鲨鱼妈妈呢？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吧。请问你是鲨鱼妈妈吗？哦，被关在这里好闷啊！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找到我。万圣节，嘟嘟嘟嘟嘟嘟，鲨鱼妈妈，嘣！这是谁的尾巴呢？哦，是糖果呢，嘿嘿嘿。哟，
那颗糖果是我的啊，是骷髅袜快逃。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奶奶吧。鲨鱼奶奶在哪里呢？举尾巴的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呢？举尾巴的鲨鱼奶奶。找到鲨鱼奶奶了。太好了，我这无聊呢，要不要来点好玩的呀？啊，碰碰狐变成骷髅碰碰狐了。碰碰狐你还好吗？我们赶快找到鲨鱼奶奶，请她帮帮忙。橘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你找到我了，太棒了。别担心碰碰狐，我帮你变回原来的样子。哇，碰碰狐变回来了，鲨鱼奶奶谢谢你。我才要谢谢你呢，呵呵呵呵。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哪里呢？绿尾巴的鲨鱼爷爷，鲨鱼爷爷在哪里呢？绿尾巴的鲨鱼爷爷。哦，有个东西在动呢，是谁呢？哎，不给糖就捣蛋，你们要吃糖果吗？哇，是糖果耶，海盗船长谢谢你。鲨鱼爷爷在哪呢？我看到绿色尾巴了，这是鲨鱼爷爷的尾巴吗？我是科学怪人碰碰狐，你后面有僵尸。什么僵尸在哪？啊，好可怕呀。我们快点去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这里。哟，小朋友们，来到这里，你们应该也很害怕吧？谢谢你们。万圣节，嘟嘟嘟嘟嘟嘟，鲨鱼爷爷，嘣！哈哈哈哈。最后我们要找什么呢？小朋友们快来找我啊，我好害怕。我们赶快找找鲨鱼宝宝吧。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尾巴的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尾巴的鲨鱼宝宝。小朋友们，你们有看到吗？那里有两只鲨鱼宝宝，怎么会这样呢？你们看，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我是真正的鲨鱼宝宝。不，我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没错，我们可以来看看尾巴。鲨鱼宝宝的尾巴是黄色的。耶、yeah! ！我们找到真正的鲨鱼宝宝了。我的朋友们最棒了！哦，我以为能骗过你们。哇，鲨鱼奶奶，鲨鱼爷爷，鲨鱼宝宝，鲨鱼妈妈，鲨鱼爸爸，我们找到鲨鱼一家了。小朋友们最棒了。吼吼，碰碰狐，小朋友们你们好厉害呀，
我会照约定把鲨鱼一家放出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享受万圣节派对吧！哇，太棒了！你好，鲨鱼宝宝，正好遇见你。你能照顾一下这个小宝宝吗？我要去附近执行重要的任务。你好，鲨鱼公车，交给我吧，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哦。你好，小宝宝，嘿嘿嘿，你比我还小呢，很高兴认识你。我唱躲猫猫的歌给你听吧。鲨鱼宝宝，鲨鱼宝宝，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啊！小宝宝不哭了呢，小宝宝，我们一起去散步吧。哇哈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吸血鬼！哈哈哈哈哈哈！哦哦，
宝宝一定很害怕，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知道了，吸血鬼，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可怕的吸血鬼，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哦，找到了。哈哈哈哈哈小宝宝，你一定饿了，我会为你调配牛奶的。让我来调配小宝宝牛奶。小宝宝饿了，谢谢你，吸血鬼。我们现在出发去别的地方吧。我最喜欢吓人的万圣节了。哦，别哭，小宝宝。女巫，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咯咯笑的女巫，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啊呀呀呀！我闻到便便的味道，我想你需要换尿布了，小宝宝。把便便的尿布丢进垃圾桶里，再把新的尿布折好，然后给小宝宝穿。呵呵，呀，哈哈，呵呵，谢谢你，女巫，我们要出发了，走吧，小宝宝。我们是僵尸鲨鱼家族，我们可怕吗？咦，小宝宝？鲨鱼公车，请我照顾一下小宝宝。别哭，小宝宝，我们来为你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僵尸鲨鱼，僵尸鲨鱼，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哇哦，好可爱哦。哦，你们好，谢谢大家把小宝宝照顾得这么好。我们回家吧。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咯。嘿，快看，有一艘海盗船。奇怪，船员们呢？去找他们吧。Ahoy！ 鲨鱼宝宝和威廉出去寻找，他们在贝壳旁找到贪心的骷髅。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鲨鱼宝宝和威廉出去寻找，他们在珊瑚礁找到傻傻的骷髅。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鲨鱼宝宝和威廉出去寻找，他们在水母旁找到淘气的骷髅。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鲨鱼宝宝和威廉出去寻找，他们在山洞里找到骷髅船长。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啊！今天晚上就是万圣夜，我们出发去找骷髅。万圣夜，今天晚上就是万圣夜，我们
出发去找骷髅。今天晚上就是万圣夜，我们出发去找骷髅。万圣夜，今天晚上就是万圣夜，我们出发去找骷髅。哦，我的东西不见了，一起去找一找吧。骷髅海盗们出去寻找，他们在贝壳里找到船长的帽子。哟吼，船长的帽子！出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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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骷髅海盗们出去寻找，他们在珊瑚礁找到船长的剑。哟吼，船长的剑！出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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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们出去寻找，他们在水母旁找到望远镜。哟吼，船长的望远镜！出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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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骷髅海盗们出去寻找，他们在山洞里找到指南针。哟吼，船长的指南针！出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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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上船吧！出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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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万圣节，碰碰狐要和鲨鱼一家举办万圣节派对。碰碰狐潜入海底游啊游，但是却不见鲨鱼一家的身影。哎，都跑去哪里了？鲨鱼宝宝，你在哪里呢？哇哈哈，你在找鲨鱼一家吗？但很可惜，我已经施了魔法，把鲨鱼一家都关在万圣节城堡里了。你去找看看他们在哪吧。如果你找得到的话，我就把鲨鱼一家放出来，并且给你宝石。但如果你找不到，我也会把你关进城堡里。救命啊，澎湖湖，小朋友救救我们！啊，好可怕呀！怎么办呢？太可怕了！小朋友们，我们和碰碰狐一起努力拯救鲨鱼一家吧。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尾巴的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呢？蓝尾巴的鲨鱼爸爸。咦，这是鲨鱼爸爸吗？嘿嘿嘿，你好，碰碰狐，你好，小朋友们，竟然敢惹吸血鬼！再胡闹的话，我就惩罚你们！嘿嘿嘿嘿！天啊，原来是吸血鬼呀！小朋友们，我们再找找看鲨鱼爸爸在哪吧。鲨鱼爸爸，赶快出来呀！嘟嘟，我不是鲨鱼爸爸啦，原来是小丑啊。那这是鲨鱼爸爸吗？咻，没错，我就是鲨鱼爸爸。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找到我。万圣节，嘟嘟嘟嘟嘟嘟，鲨鱼爸爸，嘣！哈哈哈哈哈哈！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妈妈吧。鲨鱼妈妈在哪里呢？粉红尾巴的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呢？粉红尾巴的鲨鱼妈妈。快看，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我猜应该就是鲨鱼妈妈。比宝，上当喽！哦，原来是蝙蝠啊！那再找找看鲨鱼妈妈在哪吧。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也有粉红色和黄色纹路的尾巴，
到底哪只才是鲨鱼妈妈呢？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吧。请问你是鲨鱼妈妈吗？哦，被关在这里好闷啊！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找到我。万圣节，嘟嘟嘟嘟嘟嘟，鲨鱼妈妈，蹦！这是谁的尾巴呢？哦，是糖果呢！哟，那颗糖果是我的！啊，是骷髅娃，快逃！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奶奶吧。鲨鱼奶奶在哪里呢？举尾巴的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呢？举尾巴的鲨鱼奶奶，找到鲨鱼奶奶了！太好了，我这无聊呢，要不要来点好玩的呀？啊，碰碰狐变成骷髅碰碰狐啦！碰碰狐，你还好吗？我们赶快找到鲨鱼奶奶，请她帮帮忙。橘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你找到我了，太棒了！别担心，碰碰狐，我帮你变回原来的样子。哇，碰碰狐变回来了！鲨鱼奶奶，谢谢你！我才要谢谢你呢！万圣节，嘟嘟嘟嘟嘟嘟，鲨鱼奶奶，哇！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哪里呢？绿尾巴的鲨鱼爷爷，鲨鱼爷爷在哪里呢？绿尾巴的鲨鱼爷爷。哦，有个东西在动呢，是谁呢？哎，不给糖就捣蛋，你们要吃糖果吗？哇，是糖果耶！海盗船长，谢谢你。鲨鱼爷爷在哪呢？我看到绿色尾巴了。这是鲨鱼爷爷的尾巴吗？我是科学怪人，碰碰狐，你后面有僵尸。什么？僵尸？在哪？啊！好可怕呀！我们快点去找鲨鱼爷爷吧。鲨鱼爷爷在这里。呦，小朋友们，来到这里，你们应该也很害怕吧？谢谢你们。万圣节，嘟嘟噜，嘟嘟嘟，鲨鱼爷爷，嘣！最后我们要找什么呢？小朋友们，快来找我啊！我好害怕。我们赶快找找鲨鱼宝宝吧。鲨鱼宝宝在哪里呢？红尾巴的鲨鱼宝宝，鲨鱼宝宝在哪里呢？黄尾巴的鲨鱼宝宝。小朋友们，你们有看到吗？那里有两只鲨鱼宝宝，怎么会这样呢？你们看，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我是真正的鲨鱼宝宝。不，我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没错，我们可以来看看尾巴。鲨鱼宝宝的尾巴是黄色的。耶、yeah! ！我们找到真正的鲨鱼宝宝了！我的朋友们最棒了！哦，我以为能骗过你们。
奶奶、鲨鱼爷爷、鲨鱼宝宝、鲨鱼妈妈、鲨鱼爸爸，我们找到鲨鱼一家了，小朋友们最棒了！吼吼，碰碰虎，小朋友们，你们好厉害呀！我会照约定把鲨鱼一家放出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享受万圣节派对吧！哇，太棒了！正在大海里蔓延呢，我这里有四颗解药，先送给你，我会尽快给你更多的，你要保重。好的，谢谢碰碰虎。
哎呀，这是碰碰虎送来的解药，我需要给我的家人吃这个，让他们恢复正常。朋友们，你们能帮助我吗？我太害怕了，妈妈最喜欢的房间是卧室，所以我要在这里找找她。鲨鱼妈妈在哪里呀？放好尾巴，鲨鱼妈妈，鲨鱼妈妈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哦，是粉红色的尾巴，那是妈妈吗？不要碰我！连美人鱼也变成了僵尸，让我们再找找妈妈吧。哦，这里也有一条粉红色的尾巴，妈妈。妈妈，醒醒啊！来，快吃解药。鲨鱼宝宝，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全家因为僵尸病毒而变成了僵尸，还好你吃了解药，恢复正常了。哦，谢谢你，鲨鱼宝宝。我们去救出其他家人吧。鲨鱼宝宝，我要去确认一下洗手间。如果你找到其他家人，就呼喊我，好吗？好的，妈妈。爸爸在哪里呢？爸爸！哦，朋友们，我觉得鲨鱼爸爸就在这附近，让我们一起找找他。鲨鱼爸爸在哪里呀？蓝色尾巴，鲨鱼爸爸，鲨鱼爸爸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爸爸，你在这里吗？好啊，我好啊！吃这个。吓到我了！但是爸爸在哪里呢？我找到他了！你是鲨鱼爸爸吗？不行，鲨鱼宝宝退后！鲨鱼宝宝丢解药！亲爱的，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哦，我做了一个梦吗？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感染了，鲨鱼宝宝用解药救了我们。哦，太感谢你了，鲨鱼宝宝。这都要感谢碰碰虎给我的解药，但我需要帮助其他海洋动物朋友恢复正常。什么？我觉得有人跑出去了。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爷爷，快，我们跟着他们。奶奶，爷爷。他们去哪了呢？奶奶。奶奶躲在南瓜后面，朋友们，请帮助我们。如果你看到鲨鱼奶奶，告诉我们。鲨鱼奶奶在哪里呀？橘色尾巴，鲨鱼奶奶，鲨鱼奶奶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奶奶，你在这里吗？我觉得他不在这里，那这里呢？不在这里，他会在哪里呢？鲨鱼宝宝，丢解药！我的头！奶奶，你没事吧？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全家被僵尸病毒感染了，而鲨鱼宝宝救了我们。亲爱的，谢谢你。但是鲨鱼爷爷在哪里呀？
那是爷爷的声音。我们去检查一下，你们先待在这里。不，我要找到鲨鱼爷爷。鲨鱼宝宝，跟我一起来。好的，奶奶。鲨鱼宝宝，让我们找到鲨鱼爷爷，让他恢复正常吧。好的，我们一起找找看。鲨鱼爷爷在哪里呀？绿色尾巴，鲨鱼爷爷，鲨鱼爷爷在哪里呀？一起找找吧。鲨鱼爷爷，你在这里吗？你是谁？竟敢敲我的门？哦，那个坏蛋独钩手船长还是那么坏。哦，我觉得那是爷爷。哦，在哪里？在这里吗？鲨鱼爷爷，请醒醒啊！鲨鱼宝宝，给我解药。好的。哦不，我丢得太远了。鲨鱼宝宝，妈妈，爸爸，我该怎么办？我弄丢了解药。哦不，我们应该先安抚一下鲨鱼爷爷。醒醒吧，爷爷，是我们，你的鲨鱼家族。哦不，我的爷爷，我该怎么办？哦，对了，没错。鲨鱼爷爷，请吃下这个。爷爷，鲨鱼爷爷，你怎么认不出我们了？对不起，大家都没事吗？是的，我们都没事了。还有一件事，碰碰虎找到了很多解药。是的，我迅速找到了一些解药来帮助海洋中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碰碰虎，我们去帮助所有的海洋动物朋友吧。好的，我们快去吧。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数到三，然后丢出解药吧。一、二、三。大家都恢复正常了，真高兴大家都平安回来了。你们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们回家休息并吃些美味的东西吧。好主意。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么努力帮助我，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嗨，朋友们，我打扮成万圣节的僵尸鲨鱼，你喜欢吗？我们现在就去找我们的万圣节朋友吧。哦，你好，鲨鱼宝宝，正好遇见你。你能照顾一下这个小宝宝吗？我要去附近执行重要的任务。你好，鲨鱼公车，交给我吧，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哦。你好，小宝宝，嘿嘿嘿，你比我还小呢，很高兴认识你。别哭，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到了，我唱躲猫猫的歌给你听吧。鲨鱼宝宝，鲨鱼宝宝，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哇，小宝宝不哭了呢。小宝宝，
我们一起去散步吧。哇哈哈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吸血鬼！哈哈哈哈哈哈！小宝宝一定很害怕，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知道了，吸血鬼，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可怕的吸血鬼，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哦，找到了！哈哈哈哈小宝宝，你一定饿了，我会为你调配牛奶的。让我来调配小宝宝牛奶。小宝宝饿了，谢谢你，吸血鬼。我们现在出发去别的地方吧。嗯，我最喜欢吓人的万圣节了。哦，别哭，小宝宝。女巫，你可以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可可笑的女巫，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我闻到便便的味道。我想你需要换尿布了，小宝宝。把便便的尿布丢进垃圾桶里，再把新的尿布折好，然后给小宝宝穿。呵呵。谢谢你，女巫。我们要出发了，走吧，小宝宝。我们是僵尸鲨鱼家族。我们可怕吗？咦，小宝宝？嗯，鲨鱼公车，请我照顾一下小宝宝。别哭，小宝宝，我们来为你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僵尸鲨鱼，僵尸鲨鱼，你在哪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在这里，找到了！哇哇哇哇！哇哦，好可爱哦！哦，你们好。谢谢大家把小宝宝照顾得这么好，我们回家吧，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咯。嗨，朋友们，今天是可怕的万圣节，鲨鱼宝宝找到了一个超大的镜子，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啊，镜子里面不是黄色的鲨鱼宝宝，而是幽灵鲨鱼宝宝。幽灵鲨鱼宝宝从镜子里出来了，我们快逃吧，鲨鱼宝宝！
哦，幽灵鲨鱼宝宝带来了一些礼物。朋友们，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就从这个开始。鲨鱼宝宝变身成了巫师。哇哦，是扫把！我们骑着扫把飞上天空吧。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巫师鲨鱼。你在嘲笑我吗 ？Yup。哼，你别想再嘲笑我了。要打开下一个盒子了吗？让我们打开看看吧。这次鲨鱼宝宝变身成了骷髅，怎么样？喜欢吗？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骷髅鲨鱼。哦，是另外一只骷髅鲨鱼，很高兴认识你。哇哦，是一只看起来很好吃的骷髅鲨鱼。啊！救命啊！哦，真是太可怕了！你没事吧，鲨鱼宝宝？要打开第三个盒子了吗？你确定吗，鲨鱼宝宝？哇哦，是一只牙齿锋利的吸血鬼鲨鱼，快看它那件华丽的斗篷。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吸血鬼鲨鱼。哇，这一定是吸血鬼的城堡。哈哈哈哈，很高兴见到你，鲨鱼宝宝。你愿意和我一起享用晚餐吗？有一点点害怕。哦，不用了，谢谢你，吸血鬼先生。拒绝我？我不能接受被拒绝。快来吧。哦不，拜托，请放开鲨鱼宝宝吧。哦，不要走，鲨鱼宝宝。哇，太好了，鲨鱼宝宝，你想到用牙齿咬它的办法真是太聪明了。你真的把吸血鬼先生吓跑了。不过第四个盒子去哪里了呢？哦，那是什么？啊，是一群僵尸！快跑呀，鲨鱼宝宝！哦不！哦，鲨鱼宝宝变身成僵尸了。鲨鱼宝宝，你还好吗？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僵尸鲨鱼。巫师鲨鱼、骷髅鲨鱼、吸血鬼鲨鱼、僵尸鲨鱼，哪一个最吓人呢？幽灵鲨鱼宝宝，你回来了。你还好吗？哇哦，鲨鱼宝宝终于变回来了，真是太好了！Halloween is back! Yay! Let's start the Halloween costume party!
Ding dong, trick or treat. Who are you? I am a pirate. Ahoy! Welcome to the party, you brought eyeballs. Pirate, pirate, happy Halloween! I'm a ballerina. 1, 2, 1, 2. Welcome to the party, you brought bat cake. Ballerina, ballerina, happy Halloween. 1, 2, 3, 1, 2, 3, 1, 2, 3, 4. 1, 2, 3, 1, 2, 3. Ding dong, trick or treat. Who are you? I'm a cowboy. Yeehaw! Welcome to the party, you brought ghost candies. Cowboy, cowboy, happy Halloween! Yippee! Yee-haw! Ding dong, trick or treat. Who are you? I'm a refrigerator. Welcome to the party, you brought witch's brew. Refrigerator, happy Halloween!胖胖虎影片好玩吧？不要忘记订阅哦！要订阅！胖胖虎